Legends 为你呈现。周一至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记得收听由我赵杰英主持的 My Online。天天都上传不了照片，想要好好看一遍，却看到一个圆圈在那里转转转，很累很郁闷，对吗？别担心 ，Kit Vaha 今早能拯救你，给你超值的 Focus 40配套，只需低至40令吉就可以拥有 Extra 高达12 Mbps 的80 GB FUB Data， 还有无线通话和 Hotspot 呢。别让缓慢的网速阻拦你的快乐，详情浏览 tuneto.com， 需符合条规。期间大家起来欢庆，开心共聚，享用 KFC Burger Bersama 搭配香辣芝士薯球， KFC 好吃到吮手指。把握哈宾诺们前所未有最大规模国庆日大优惠的最后机会，保证给您最大优惠。 Philips 蒸汽熨斗扣48仙，现仅售67令吉，华为 MateBook 笔电及 Bosch 洗碗机扣58仙，售价从1797令吉起，华为 Nova 8智能手机扣68仙，只需759令吉，并能享受减1分期付款高达36个月。现已在哈宾诺们 IPC 旗舰店、所有哈宾诺们分店及线上展开，附条规。想到什么呢？想到那些因为贫穷而没有能力填饱肚子的脆弱群体吗？今年的饥饿三十呼吁大家关注徘徊在饥荒的脆弱群体，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改善生活，重获希望与尊严。更多详情请浏览 dirtyhourforme.worldvision.com。 我是和你们一样 strike out hunger 奔向奇迹的马来西亚世界宣明会饥饿三十爱心艺人 Daniel 黄振宇。如果听日就是你活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日，有什么是令你觉得遗憾未做到的事情呢？我最遗憾的事就是我到现在都没有能力可以给我的家公家婆和我老大老妈子出国旅行，好 sad 啊。我最遗憾没有做到的事情是要对我自己好一些。最后来临的最后一日来都当成自己活着的最后一日，其实没有遗憾，你都可以很珍惜。情绪，而不是让对方猜测。说出来不代表你就输了，但是不说，你们的关系只会越走越远。我 Danny 和我 Justina 和麦要你在感情中好好沟通，坦诚最重要，这样才能互相扶持和理解。麦跟你讲讲讲讲，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找到平衡，变得越来越珍贵。麦与 Ford 与你重新定义生活，邀请你一同挑战 Ford Ranger Getaways， 暂时逃离忙碌的生活，迎接全新的体验。立即加入8月26号在 Semenya 举行的 M4 Track Beginner 4区初学者课程，浏览 shop.sacford.com.my/getaways 报名吧，名额有限。麦好玩精选推荐只在 shop， 由全新 Maxis Postpaid 为你呈现，不同主题的精彩 podcast， 还有最受欢迎的 Mike Loyal 经验以及 Mike Loyal Test Day， 这里也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歌曲，最碎的时候那就听 My Love You You， 情歌绵绵最暖心，爱心满满最甜蜜，记得下载 FYOK Shop。 麦好玩精选推荐只在 Shop， 由全新 Maxis Postpaid 为你呈现，值得信赖的配套，不但有多种 5G
智能手机供你选择，还有额外 5G data， 每月只需79令吉。一起来听听下个小时有什么好课。今晚这什么有高尔宣 without you。陈零九，这是 crossover 一的雷卷猫呢。我们都是别人口中的坏人，还有维廉，一个人蛮好玩。今天开心、难过，生活起起落落。麦全天候为你量身打造 playlist， 和你一起好玩度过。麦大事件是由 Brodo 为你呈现。这个月注册全新的 Brodo 20，即可享有2000令吉的 20现金回扣，是符合条规。让你展示才华的机会来了！配合2023国庆日的主题，昌明大马，坚定团结，满怀希望。马来西亚新闻局特别举办了两项比赛，邀你参与，其中有 Bintang Patriotic 歌唱比赛以及 My Doodle at Merdeka 填色和画画比赛。你可以到 Merdeka 360了解详情。另外 ，Covid Run 竞跑活动将在2023年9月10号在吉隆坡独立广场举办。今年的竞跑主题为 Enter Our World， 总值超过20000令吉的奖金奖品也在等着你啊！现场还会有神秘嘉宾出现和你互动哦。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浏览 covidrun.com.my， 更多活动详情或提交你的公益活动讯息，可以上到 my.com.my 点击麦大事件。我是赵杰莹。你可以以旧换新的 Brodo Arus， 并享有额外1000令吉的现金回扣。#Harus Other Arus 需符合条规。麦好玩好玩。麦我要讲嘢，我唔讲嘢啊。麦我要讲嘢，今日一齐嚟倾下就系、网络诈骗啊！咁的而且确，我哋间中都会倾呢个话题，主要就系做一个提醒。老实讲吓，因为好似又越嚟越多，或者又越嚟越红嘅一啲手法或者 pattern 啦，未少过，真系嘅喺过去几年啦，真系未少过网络诈骗，佢只会越呃越多钱嘅啫。嗯，但系依然有咁多人中计咧，我哋都唔知点算啦。我哋单睇电台讲咧，过去几年啦，谂讲过几多次。即係嗰句啦，總之有人叫你喺手機或者網上 transfer 關於金錢嘅嘢，停一停，話俾一個人知你要咁做，係應該就會改變咗結局㗎啦。就連我哋覺得最老土嘅咩銀行承包果啊呢啲咧，即係叫做好 outdate 嘅一啲招數㗎啦，咁老土啦，到依家啦都仲係一招㗎。又是那句啦，希望大家多啲睇新聞啊，聽下電台啊，至少知道而家社會發生緊啲咩事嘅話，你就自然會提高警惕啦。嗱，譬如最近喺網上好多人中招嘅呢一個招數係點樣咧？佢就扮咗我哋一個好朋友 Alvin 中箭，開咗個 page， 呢個假嘅 page 啊，即係唔係佢嘅 page 嘅，佢開咗一個咁樣嘅 page 叫 Alvin 倉中箭咁樣嘅名，開咗個 page， 然之後賣廣告，出咗咁嘅 post 嘅，話俾大家聽，某一個耳機高級品牌，以500多扣嘅。咁而家 promotion 三日嘅啫，賣100多扣，咁大家快啲去買啦。咁的而且確咧，你 click 落去咧，你係買到嘅，有人收到，但係你買到嘅係假貨啦，假貨啦，或者係劣等嘅貨啦。都 OK 喎，佢哋做戲都做全套喎，係咪先？好多時候收咗你錢，話知你貨都唔出啦。係噶，但係佢而家出貨俾你，不過出假貨嘅。嗯，有啲係甚至乎釣魚網嚟嘅添，即係入咗去之後咧，就一路盜取啲資料啊，跟住就偷走曬你啲錢啊咁樣。這個嘅話咧，佢係前邊嗰陣咧就呃你啦。首先有邊中箭有冇做過咁樣嘅嘢？再嚟就係呢個係一個假嘅 page， 同埋佢賣嘅亦都唔係佢所謂廣告裏邊所講嘅該品牌嚟嘅。所以我哋而家收到好多 PM， 呢個係咪真係你代言㗎？喂，本身我哋又真係幾多代言？誒，呢個係真定假㗎？嗯，有時啲產品咧，所以點解啲商家好多時候自己都要做一啲即係比較好嘅廣告啊？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會俾人懷疑你係咪詐騙嘅。所以而家好多生意喺網絡上啦，又好似變得難做，就係因為有呢啲咁嘅害群之馬。唔知道你最近喺網上睇到啲乜嘢詐騙手法咧？我啱中過啦，最近啦，都係話所謂嘅幫上復經或者復經集團點樣嚟做咧？就要你俾定金，跟住幫手去收貨接嗰啲訂單嚟做。訂每筆訂單咧有10%嘅回饋，訂每做一單咧你就要先 deposit 你嘅錢，訂壓咗訂佢就會拎你去 website， 你叫你去訂嗰個 hotel room 咯。訂壓咗訂過開幾分鐘過後，咪你訂完咗，你可以轉過後佢就會退翻10%俾你。At first actually 唔錯嘅，係佢前幾單啊90多蚊會俾翻100多蚊你10%，就前幾單嗰個 model 幾細㗎啦。訂壓咗訂咪就俾送到嚟啦，好似差唔多500蚊一單。咁啊一單嗰時候咧，一做翻咪講你做一單喎，呢個係二單嚟嘅，所以就三單一齊咁樣用。訂就越嚟越貴，500多蚊啦，1000蚊啦，2000蚊啦。啲 after 又講，你做曬咗係咪？但係你超時喎，你唔夠，所以你就要加獨金再獨金。所以獨金嘅話叫你買矮啲嘢，就到 LV 包啦，LV 包係咪？跟住就要你攞10多千出嚟，俾咗啦，佢又俾咗，跟住都有啲唔妥咗。
见。